先把之前用户的这个绑定信息从这个数据库里面把它删除掉。用户选择使用微信登录，如果用户的微信账号跟网站的用户没有绑定在一起，会打开一个绑定的页面。这种情况呢，适合用户之前注册过网站用户。如果没有注册过，我们可以在这个页面上再去显示一个注册并且绑定的按钮。先打开登录页面的视图文件，添加一个新的按钮。这个按钮上面的 type 这个属性的值，把它设置成 default。 事件的处理，我们可以使用一下 on tap register button，让这个按钮只有在页面数据的 bind 是处的时候才把它显示出来。按钮上面的文字是“注册新用户并绑定微信账号”。再打开这个登录页面的逻辑文件，这里我们可以添加一个事件处理方法，方法的名字呢是 on tap register button，里面我们可以用一下 wx 的 navigate。 True，把用户带到 Pages/Users/Register 这个页面上，再添加一个 bind 的参数，把它设置成 true。打开注册页面的这个逻辑文件，现在这个页面的数据里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 bind，默认我们可以先让它等于 false，然后再复制一下登录页面的这个 onload 方法，让它作为注册页面上的这个 onload 方法。 再去复制一下请求绑定用的这段代码，把它们也粘贴在成功的注册了用户之后，请求服务端签发 token 这个成功的回调里面。这样的话，用户注册了新的用户，并且得到了签发的 token 以后，又会去请求绑定用户的微信。这里呢，用了一个微信 bind，我们可以呢去在文件的顶部去导入这个方法，复制一下登录页面上导入这个方法的代码。 把它粘贴在注册页面的这个逻辑文件的顶部，再打开这个注册页面的视图文件，找到它的提交按钮。现在按钮上面的文字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下判断，去看一下 bind 的这个数据的值。如果是 true 的话，就说明在注册页面上要注册新的用户，同时呢还要绑定用户的微信。这样的话，这个按钮上面的文字可以是“注册新用户并绑定”。 微信账号，不然的话，我们让这个按钮上面的文字呢变成注册。回到微信的开发者工具，我们可以去再按一下微信登录。用户没有绑定微信，所以呢会打开这个绑定页面。用户可以输入之前申请好的网站用户的用户名还有密码去申请绑定微信账号，或者如果用户没有网站用户的话，可以去按一下这个注册新用户并绑定微信账号。在这个页面上，我们可以输入用户名、电子邮件的地址。 再设置一个密码，然后再按一下注册新用户并绑定微信账号。注册成功，登录又会申请绑定微信账号。再试一下退出登录，然后再按一下微信登录，会直接让这个用户进入登录的状态。